因为之前有的时候刚好教到这个单字，有的时候会想一想，哎，教一些东西，教一些东西，那刚好在今年初去这一个仙台一样刚好去福岛地区带一群叫千岁团，车上贵宾，我的年纪乘以二还是最小的，每一位贵宾都是75、80，还有一位大哥，两位90几，还有在机场一看到的时候，很想这个打电话回去说这种找我带对吗？在机场的时候就开始觉得细胞要死一半，很担心他们这个安全啊，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千万不要受伤就好，平安回来就好。所以在走路走，然后大家就买东西买一买，就刚好交到这个天地无用。那当然这些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年纪比较大的爸爸妈妈听东西会听一半，导游说可以在箱子上写天地无用，大家都不写名字，全部都写这个，就最后挂行李。